片分拉面店的工作介绍给大家。在福冈县招征社员2名，月给21万到25万，日本语能力日常绘画即可。欢迎感兴趣的朋友过来参加本公司的说明会。每天有40家以上的企业可以进行选择，并可以面试其中的4到8家企业，当天就可以知道面试结果。本公司周一、周三、周五上午11点，周二、周四、周六、周日下午1点。欢迎感兴趣的朋友过来参加本公司的说明会。